锥螺旋粉碎机是一款可将多种不同类别的原料按照不同的要求尺寸进行研磨处理，从而达到人们对物料的粉碎需求。锥螺旋粉碎机粉碎碳纤维砧具有产量高、粉碎效果好、模具耐用且易修复使用，不需要更换。锥螺旋粉碎机还适用于各种复合材料领域，包括玻璃纤维、玻璃钢、碳纤维不等。碳纤维粉可与树脂、塑料、金属、橡胶等材料进行复合，以增加材料的强度和耐磨，已被广泛用于镍氢和镍镉电池正负极材料导电添加剂、电子芯片、导电板、导电地板、电子机械等领域。想了解更多